想回家艾玛 Candy 分享报春晓的流苏，这样满树开满雪白花，一球一球美丽的流苏花瓣，是不是美丽极了？就像在这个树梢上面放了一球又一球的雪白球，这样子雪白的挂满枝头，掩盖住绿色的叶片，形成满树白花，是不是令人超级惊叹？真的好美，好美哟！如果你在三月追完樱花，接着这四月，你就应该来追一追我们这个四月雪的这个流苏花。这样在绿意盎然的春天里，雪白而且细长的小花点缀着这一整棵的树，这整棵满满密密麻麻的流苏花堆满了这样子的树梢，你远望过去就像皑皑的白雪，是不是美丽极了？超级优雅又清香。当你走到树梢旁，你就可以闻得到那优雅的清香。你看看这样四个花瓣中间一点红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丽？这样子的优雅的清香，只有你走近它、靠近它，你才闻得到。当你往地下一望，哇，这个受了春风春雨的摧残呢，它确实带来了一个最美丽的景象，就像四月下雪般，满地都是。你瞧瞧这样子的树木，其实它的成长是不容易的啊，非常的缓慢，所以它的这个树木的质地呢就非常的坚硬，在早期很适合拿来做各种工艺品，那嫩叶也可以泡茶。当这样开花结果了以后，就是一粒一粒黑秋秋的这个果实，它果实含有丰富的油，也可以拿来制作使用。